下来第十九首的曲子也是我们的剧情演出，是由李传旺老师所带来的《重相逢》，非常经典老歌哦。李传旺老师呢，他是台湾剧情协会的理事，在1969年发现古登奖得主李方腾老师，因此呢就跟剧情来结缘了。另外呢，从客家当中来学习，也间接客家成为他的启蒙老师。在2015年呢，加入曾经金创会长的台湾剧情音乐协会，开启了音乐交流，放眼世界，增广见闻。重相逢呢，改编自我们的日文歌曲，描述情侣分别时依依不舍的情愫，后来在台湾翻唱成国语《重相逢》，流传一时。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李传旺老师带来的《重相逢》。